大家好，究竟梁一仲咏春系乜嘢呢？当我哋讲到呢个派别咏春嘅时候，当然要讲一下梁一仲师傅学习咏春嘅过程。梁一仲师傅一共同过三个师傅学习咏春。喺开拳嘅时候呢，佢系同叶问四大弟子之一徐尚田师傅学习咗多年。经过呢武术界嘅朋友介绍呢，再拜师一位印尼华人叫陈明嘅师傅为师。经过梁师傅生前嘅口述，佢话陈明俾到佢好多搏击嘅概念，大多数搏击嘅技术咧都系喺呢位师傅身上学到噶。第三位师傅就系简坤龙师傅啦。呢位师傅咧系好传统噶，喺佢身上学咗刀啊、棍啊同埋偏身财咁嘅传统咏春技能。呢两位师傅同梁师傅之间都系亦师亦友嘅关系，从来咧都冇收取过一分钱嘅学费噶。